青钢影，行，我来把多兰戒试试啊。其实正常是应该水晶瓶的。哎呦，有这种好事不叫我，兄弟们，那边有人呢。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，但这比我像咻嘚拽一下的。上来我们就攒了一层血量，我愿称之为血钻。拽嘚儿，哎，再拽。哎，蹬 A 再 A， 你们知道这乌鸦平 A 打人多疼不？乌鸦有一阵儿啊，就靠着这平 A， 哎，嘚儿，二级血 W， 就靠着这平 A 带个不灭搁上路混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这个 E 我记得能自己折返啊。不能吗？炸点吃个药，一回来拽平 A， 点电拽点烟，闪现炸平 A， 我的炮车漂亮。我们有点要无敌了啊 ！A 炸链儿没回来，回家。我真喜欢和蠢货们费劲口舌。回家，不买这个，把这个卖了。当会儿 money， 现在只要等到六级，来五个人我们都不害怕。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代价是什么。这不是杀人界，杀人界蓝不够用。你们发现我蓝都打没了吗？这英雄其实挺缺蓝。现在这个气定神闲又不加那蓝将上线，更缺蓝。炸！你想收这个兵，就吃我一个炸，吃我一个炸，我就吸一层血。炸！去中路看一眼啊，这艾克要不要收兵？好，他没收到那个兵，被我们干咬了一波啊，挺好。还会挣扎着想要活下去吗？见人家一下。电 W 一手炸 A 链回来吸平 A， 炸往前走没躲掉，链回来
呀呀呀，没电回来，问题不大，先走一走啊、哦，踢不着，这也能踢着我？让他们来，拽回来，这没拽回来，狐狸来了，小伙子 ，nice， 我车丢了，小伙子啊，我车丢了。那别人要跑，我发现这乌鸦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追人。拽，炸，一个点烟。炸。哟，虚区有点低，回家了。太耗蓝了，所以要出遗失的章节呀，所以得来个蓝炼汉的苦楚啊，要不然蓝肯定是不够用。现在没几个加蓝的装备，你这都不加蓝，只有这玩意儿的加蓝，要不就得出这个炉灯加蓝，你也不能出炉灯，现在巫妖也不加蓝，大天使咱也不能出，女妖也没有，啥也没有，没有加蓝的装备现在。出大天使不能出大天使，没有用，大天使就面具正好是契合我们的各方面的属性，炸一扣，不行，这个人一开始E过来的时候我不能放E，哎，拽过来，扣炸，炸，哎，拽过来，再拽，扣给大，点一下，闪现一个炸，千万别让他反应过来啊，他有闪。加个五块吧，加点血吧，抽他一口，我没地方跑了，我往下跑我也跑不了，算了吧，出个皮孩吧，不得，先来个皮孩，先来个法穿孩，我们炸波中路吧，不得炸他，等他要补兵的时候在他兵旁边炸他一下，看他往不往兵上靠啊，就等那小兵没血了就在这炸，你要补你就撕我一个炸，你要不补那就算了，补我就炸你，哎，艾克要补刀，哎，不给补，要么吃我炸，要么就补刀，链儿。炸，点，点，炸，炸，
呀，这没死啊！我的天哪，这没死我接受不了。你吃不吃我炸？你吃我炸我就 A 你，我 A 你，我 A 你，我马上有蓝了，小伙子，你在这晃啥呢？哎呦，别急啊，这波有蓝，这波升级，哎，升级了，我的炮车。我要插一下，插到右边试试。干嘛？别追了！干哈呀？我都快到家了，还追呀？炸，回家了。蓝炼汉的苦楚，给他来一个啊！都有选择，哪怕是真相也不例外。窍门就是打击。我们好像扎不了。哎，本来我还想吸个血的，算了。拆我的塔呀！你俩好像拆不了。你俩好像打不过我。Q 平 A，A Q 开大，一过来 Q A 炸，再 A 三杀吗？往前炸，可以。这三个人约我的塔，兄弟，我确实没想到。有蓝，却把蓝打了去。可见到的，就是可征服的。打个蓝 buff。现在我们打人已经很疼了，我基本上打着一波青钢影就是半管。差不多。我刚才不知道他要往哪走，想一想算了，掏回来哟，没掏到，算了。他有这么装吗，兄弟？啊？啊？你有这么装吗，兄弟？咱别别把我吸！青钢眼偷炸吸血上高地，回家。
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呀、那黄纸走的时候咋没看见呢？艾克呢？完了，杀不完呢，这。兄弟，他不有大吗？哎呦，我这都你都敢上？天哪！来个恶魔之拥啊！点烟了，怎么着？点烟了，没蓝了。下路对面 AD 顺不顺呢？274723，为啥大树杀了七个 ，AD 杀了俩呀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不敢跟他单挑啊？他咋的呀？他炸死得了。这谁在这打小龙啊？这大树不死了吗？杀大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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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树没闪。艾克可以杀，炸给大，往前走来，杀蓝枪，掏过来，炸，跑不了，给炸，往哪走？走不掉的。我一打五都没问题，我觉得真的。我有大的话啊，这前期得我们有大，没大不行。我有大一打五都能打。我恶魔之拥配这个小蓝林汉的苦楚，只要他们人全部打我的话，我们就能五杀。炸！哎，掏回来，有没有勾？勾一个，我们就掏着艾克啊！耶！这艾克走位还不错，不行啊，这塔砸我。其实我想来一本美甲的窃魂卷，上路炸一下这 ADC。 行，也算我们半个助攻。怎么开始这开始偷塔了呀？炸！给炸！炸到！他有闪吗？他肯定有闪。有闪不好杀，算了。来个美甲的窃魂卷吧，然后我们去中路来一波一打五，把三英叔搞到25层。给你照个视野，看那大树上哪去了。九头蛇，不要九头蛇，没有性价比那玩意儿了。往上走来，逼他往上走。哎，小儿子。我真不是膨胀，他们五个打我还真就打不过。
炸，掏，炸，给大，点烟，叮，炸点烟，闪现，有点烟，这点烟确实比较烦人，说实话，如果没这个点烟的话，应该是可以。这个点烟确实比较烦人，但是我们换了一条大龙还可以接受啊。稍有膨胀啊，稍有膨胀。他不敢追了吧？他怎么还追呀？你给我勾他！这人要干嘛呀？那个大树挺有意思啊。大树挺有意思啊。这也是一种逃避。嗯。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。火腿。乌鸦的被动是什么？你不会自己查吗？旁边有人死，或者是我们掏着人就给我们加血，永久加被动血量，然后可以给我们回血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明白没？有一个人被控制了，也可以给他拉回来。炸，掏，呀，给错了，哎呦。掏炸，给炸，再炸，掏炸，点一下，我们死了，那没办法，出个沙漏，膨胀了。好像又是这仨人，你看着没？又是他们仨。我要能有个沙漏，刚才还能顶一顶。刚才没有沙漏，出个猫子，配个鬼叔或者是法穿，最多也就打俩兄弟。如果你要非得要这样说的话，那我得给你一打五试一试了。我打他们家五个都不成问题，只是我刚才呀血量不是很健康，明白没？来，等一等位置，炸个人啊！这波艾克炸不到，可以炸大树，炸他！这艾克美甲的窃魂卷要满了，抠，掏回来，炸！怎么回事？我都给他定住了，都没打死啊！12层了，这美甲的窃魂卷，掏回来炸贼大，干嘛？来，好疼哦，好疼！
我来个湮灭宝珠，这样有群体减伤。出本鬼书吧，能挺好用的这把。这个艾克啊，炸一下子，艾克要起飞，别给艾克杀了，兄弟，艾克这个英雄可不一般。干嘛？干嘛？哎呦，我一 Q 闪，漂亮！来炸一下，掏回来接个炸。这黄子儿猛啊，黄子儿！哎呦，我老黄子儿！三二一 ，W 一手炸一下。往哪走？杀了得了，大不能空啊！掏回来炸，给 W 再炸，掏回来七炸平 A， 再 A 炸 A。掏炸，这大树干什么玩意儿呢？炸钉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钉怎么没钉出来呢？这钉，靠！我真的钉了，但是没钉出来。我觉得鞋咱可以不要了，沙音叔配个那啥吧，沙音叔配个猫子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出的东西了，已经没装备了。不行啊，感觉得给对面推了，这艾克这个英雄可不能让他起来，真的这英雄起来很难打。我看我们能不能把这小龙抢了。哎呦，差一点点。拿龙一波，不搞了。一波中路，不跟他们玩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直接开大，不打大树，过来杀蓝枪，艾克，先把蓝枪给我杀了。打不了一套钉，偷点盐，再炸。你看这艾克，差一丝儿，七十来滴血。嗯，法穿棒，法穿棒，先换个法穿棒啊，一会儿再换装备，因为装备没东西换了。不会的。我振奋钱不够，先换法专帽。
他们家没有其他人，没有任何伤害啊，只有大树跟艾克有点用，只要我们把艾克的技能给他打出来就行。把艾克杀了就可以，王者技能放一放，打一打艾克就可以了。来，先干着树人，哎呦我操，这艾克有点东西的感觉，好像要一波嘞，我的亲老爷呀兄弟们，哎呀我的天老爷呀，这波四打五都没打过，都不知道怎么打的。不行，他拆掉了，应该没了。啥呀这是啊，上边有沙漏应该死不了就好了。